在只有你，我是为你痴迷。追到我所讲的迄三个，你把这个问题告终，你叫告终了哈。人内底讲四个，含我四个，含你是啥物货啊哈？你是要臭干白点面的啊哈？我嘛看到图，足水的呀。图敢是你在看？我的师傅在讲，我若无摕七百多话，感觉真怕算。原来你的帝王玄机是三位美人呐、啊哎，是啊。问我无？你即摆是咧讲啥物话啊？哈，少爷，你也想要滴哦？你想要到小厂是毋是？一百块，一百你袂好。啥物一百块啊？一百你袂好。你放心，人讲腰底也有收入。君子好逑，咱就准备来去对行去。